杯啊，麦杯。唔系夹杯啊。麦杯做咗嗬。系好。李家杰，魏晶话。好。杨晶，就唔开心，想咩晶？买了一条老鸡，今天来煲个汤。今晚鸡肉洗干净，红炒花也洗一下。煲汤的不用提前泡花，直接洗干净就可以了。哎，这个很像那个鞭炮花耶。洗干净的鸡肉，把它放砂锅里，再把红炒花也放进去，再加几片姜，几个红枣，加入清水，水要一次性加够，千万别中途加水。盖上盖子，煮开煲40分钟。煮开后，上面有一些泡泡，把它捞掉。因为鸡肉没有焯水，觉得没有焯水更好喝。盖上盖子，小火慢慢煲。汤已经煲了40分钟，已经差不多了，再加点盐调味就可以吃了。如果着急吃，就用高压锅，就比较快。加一勺盐，黄黄的，想喝。哇，这个汤，看了都想喝。虫草花鸡汤就做好了。汤色金黄，味道鲜美，营养丰富又好喝。你们想喝吗？想喝记得关注我哦。